你俩这个开火吗？开，还是不开呢？小小，厕所又有蟑螂了。阿姨，叔叔好。这不是小沈吗？嗯，谁呀？阿姨。哎呦，你看着，哎呦，越长越漂亮了。那什么，不过你们俩有个伴儿在这儿，还是那个一块儿哈。啊，对，挺好的。阿姨从那个老家给你们带来好多好吃的，你跟那个小小，你们俩分着吃啊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小小就是说最喜欢吃的这个。什么那个，阿姨来这儿，那个没有给你添麻烦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阿姨，我们特别欢迎你过来。哦，谢谢。沈英，嗯，你每天几点下班啊？5点。行，那个每天的工作也做不完，每天像小小这样都要带回来呀。偶尔，就是偶尔，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，在公司也能完成一部分，剩下的就回来，还要查查资料啊这些的。啊，那你晚上每天几点睡觉？我俩8点就上床了。嚯，那么早还？那每天早餐在哪儿吃呢？公司有食堂，我俩都在食堂吃。就像你们住在这儿，单位离那么远，你们还来得及吃饭吗？来得及，我跟小小俩吃饭可勤快了。那像那个星期六、星期日，那个休息的时候，你们俩这个开火吗？开，还是不开呢？开。那厨房在哪儿呢？行了，阿姨不问你了啊，快早点休息吧。嗯，好的，阿姨。睡衣给您搁好了，然后那个洗手间里那个蓝色的化妆包就是我的，你赶紧洗洗睡吧。啊，我这快忙完了，我走了。你走哪儿啊？这大晚上的，你不知道在这睡吗？你赶紧睡吧。啊，你这大晚上干活噼里啪啦的，我能睡着吗？再说你爸早起吃的药还在我那兜里呢。那我送你。我丢不了。妈，哎呦，我送送你吧啊！不用，干你的活儿。那你到了给我打电话。太尴尬了，太难了，这不就是开的意思吗？这不就是开火的意思吗？开不开火？他问我厨房，我咋说啊？这也没厨房。我今天一天太累了啊，我爸我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来了，我这根本招架不住啊。